纸箱里翻出各式庙宇钱母，其中这一带引起警方注意，因为上头写的是紫南宫，一般琉璃钱母吊饰得花时间排队领取才能拿到，男子竟然独自拥有十多份，甚至还拿上网拍卖。就跟谁买？那里兜售，人家兜售的啊，哎呀，赚了几十块。啊，真的啊，你去上网去看，上面还有168。没有骗你啊！男子声称这些钱母吊饰全是从跳蚤市场买来的，上网拍卖价168，小赚一手，但放上网一个多月才赚200多块。警方说这些根本都是盗版货，因为和真正的紫南宫钱母吊饰相比，一个是彩色琉璃加上金箔，一个是塑胶材质，还多加了中国结。正版的是圆形，盗版的是八角形。重点是紫南宫只送不卖，不用钱，但盗版却要168。哦，差很多，因为我们的项链是琉璃做的，嗯，啊，它是用那个用那个塑胶哈，塑胶做的哈，啊，个它中间那个是。不是假金，我们那是纯金箔打造的，那是完全不一样。男子声称这些东西全是从跳蚤市场收购而来，来源是哪里丝毫不知情。而男子贩售盗版，违反商标法被移送。紫南宫钱母吊饰只送不卖，但得花时间排队。男子看准有的人有钱没时间，上网卖盗版钱母吊饰，没求得好运，反而让自己惹祸上身。熊建明南投报道。